我回来啦，选项。阿早啊，等我一下，我先弄个东西。然后后来我找到卡键的方法了，我把橡皮筋先一条橡皮筋啦，原地打结，变成一个很像八的形状，然后就这样子勾住，上面勾住。滑鼠右键，下面勾住滑鼠的屁股。1 2 9 OK，吃的。没有出去买提神饮料，买魔爪来喝。安安花花安安，还有谁啊？我没附魔台啊，是钓鱼钓到的啦。钓竿是钓鱼钓到的啦，没有附魔台啦。然后昨天晚上太累，忘记开，结果没有挂到什么鱼。其实还不错啦，快速上全贯穿。那。还是垃圾好。那今天嘞，也不知道干什么想说就开个 GIF 台。哦，元宵新年快乐！你打的怎样啊？你的龙打的怎样？差点直接走上去，然后跳下去，吓死人！啊，你基本都毕业了没啊？音效？哦，对呢，新年第一开，我本来以为今天可以睡很晚，没有，跟以往一样，7、8点就起来了，啊，敲错了。啊，我昨天是因为在那个啦，处理影片分段的时候，然后昨天就已经快睡，昨天因为盖那个火车盖到快睡着了，欸，也不是那问题，那个昨天开台太累了，昨天开了加起来快10小时了，然后整个人就是呛掉了。自由了啊！对呢，现在有大胸彩龙哎，还是要上线玩一下。有点想上线玩。嗨，小鸡。可是玩《魔物猎人》，观众一大堆就看不懂了。好，为了赚钱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兴趣喜好，而去玩你们喜欢看的东西。
哦，有哎，装成功了。昨天跟我讲说装那个树叶快速掉落，哦，好有感哦。怎么看我777堕龙就好？哎，搞不好现在比你烂呢。我已经一个多月没上了，一个多月没上会变得跟白痴一样哎。大锤是还好啦，像太刀那种要操作的